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Web 嘅，今次咧嚟到呢一个枯叶市啊，想解决咧上次咧咪喺个圣安老号度执咗一个嘅信嘅吓、啊、情书，俾大家睇下啦，呢封情信。咁呢封情信咧就系俾格雷格嘅、啊，我就喺枯叶市咧揾到格雷格，我哋即管睇下咧究竟呢一个支线剧情系如何发展啊呢、這个剧情。好，应该系呢一位啊，系嘛，冇记错啊，格雷格咩话？呢、這个俾我的情书可唔可以打开啊？梗系啦，我喺圣安老号咧揾到嘅。写嘅呢封信咧系一年前我的老朋友，依家住喺紫渊镇。以前咧圣安老号度工作嘅，佢可能知道咧呢封信嘅一啲事情。释放佢叫泰德，你可唔可以问下佢呢封信嘅事？支线篇章情书 ，OK。我等待爱情已经好耐，记唔记得啊？水手泰德喺紫渊镇。好，既然系咁嘅话，我哋咧去紫渊镇一趟啦，要。同埋咧，紫渊镇。期间我哋咪去咗一个墓地嘅，墓地嗰度咧都好似有个咩神秘力量嘅一个嘅剧情嘅，但系我就暂时未谂到头绪喺边度发生呢、這、一个系嘛呢度神秘力量黑暗遗迹呢个，咁但系我就唔知道呢个点样触发啦呢、這个支线，我哋可以睇周围问一下男神，好呢、這个男神冇咩特别啊，克雷夫有个咧叫花姐朋友，好冇特别。佢喺紫苑镇啊！我哋依家解咗情书任务先，啊情书嘅支线先。佢叫泰德啊，泰德应该都系男嚟噶啦。呢位系咪泰德？泰德，格雷格叫你嚟嘅，嗰、那个咧小子觉得点啊？咩话？佢想了解咧呢封情书系边个写俾佢嘅？我点会记得啊？嗰、那个系好耐以前嘅事嚟噶啦。等先，我谂我记得啦。你知唔知啊？我会话俾你听咧，你嗰人系边个？只要你带一个马拉萨达俾佢，马拉萨达好似系一个。商城入面嘅嘢嚟话，马拉萨达喺边度买啊？哦，佢话可以喺玉红市度买到，咁我可能咧要去到玉红市嗰度先再继续解呢一个嘅支线剧情啦。既然系咁咧，我哋咧就继续翻呢一个嘅剧情先啦，向呢个左手边方向啊，即系喺华南市同埋枯叶市嘅通道度向左行。OK， 呢度有嘢执，玻璃碎片，呢个系咩人嚟啊？我鍾意狗先奇，我唔鍾意狗啊，佢哋太野蛮啦，其实我鍾意猫。哦，你真係讨厌咪啦，咪俾我静一静。真係咩啊？你比赛啦，我就当你应承边个指拳啊。黑带高手指拳，我有应承过你要打交咩？换只奇异草先。头扎地狗。Oh no， 我二追击。哎呀呀呀。召唤返呢一个大力蛙先，暴木方先。泰山压顶，刺耳声，我搞掂。兄弟，我都系咧唔识啊战斗，我要出家啦。哦，太好啦，你一定系个优秀嘅精灵训练家，你一作战姿势咧真系令人大开眼界。哇，有心心啊！佢仲有呢啲 BGM 啊，几好听啊呢、這个，好有啲牧场物语 feel 啊。不过有啲可惜啊，如果你有咧精灵道具，令你精灵变得更强就好啦。道具，你要唔要喺我度买啲啊？呢啲道具睇嚟唔错啊，但唔通你唔想要话即刻扁嘴啊，小蓝，太好啦，一共1000蚊，我好高兴咧同你做生意，得到嘅力量度，好啦，我而家要走啦，拜拜。睇得出咧，佢真系好中意我，而且佢咧就系我中意嘅女仔。啊，就系咧稍微咧向呢一个 red 咧问啲嘢咧，就即刻觉得一定系中意我。答应我啊！你咧从此咧唔会喺深夜里面买醉，唔好轻易咧尝试放纵嘅滋味。你可知道这会让我心碎？歌词嚟嘅呢个系嘛？据我所知呢个歌词，诶做咩啊？太好啦！呢个时候咧测试我力量道具嘅机会啦，就决定系你啦！力量道具，冇用啊！等等先，你需要更多道具。好啊，唔使谂都知道我俾人上咗当啦，将佢处理啊！唔系啊话，军沙，你唔系有只凤副主犬嘅咩 ？OK， 搞掂。好啊，最好唔好俾我再撞上嗰个女仔，呃咗1000银啊！我应该去精灵中心咧回翻血肉嘅精灵啊！啱啱经过咧，战斗好似有啲攰啦。OK， 竟然有剧情叫我翻去中心，唔通有人会撞到大埔 boss？ 哇，估唔到咧，玉红市撞到你，过程点啊？哦，几好啊！我唔可能话俾佢听咧，好似个低能咁俾人呃嘅。等先，俾你睇下只奇异草。哦，觉得做得好好啊，估唔到咧胆小嘅奇异，总之会进化成咧咁样，好好啊。
睇下我只蚊大力蛙，哇唔错，大力蛙主人咧使用特定嘅进化石，呢啲石都好常好少见。你知唔知啊？阿 Green 嘅小火龙咧进化成火恐龙，而家得翻车厘龟。吓、啊，车厘龟系啊，佢我研究紧嘅三只精灵啊，但系咧，但系冇所谓啊。拥有车厘龟嘅训练师啊，嗰、那个训练家系点嘅？啊，我唔知道啊。车厘龟喺我嘅实验室俾人偷咗，咩话俾人偷咗？好啦，就有其他事要做啊！再见，加油咧，完成你嘅套监啦。好 ，OK。马拉萨达好似系喺双城度买，而双城应该系喺呢一座啊。哇，点解改头换面喎？将成个商店索尼啊！呢、這个百货公司冇 lift 噶，证明佢真系成只 game 改过嚟噶，即系唔系成只 game 啊？系将呢一个双城咧改咗样。我最中意玩又系甲子男友，咩叫甲子男友？好，进化石呢啲就咩叫连接石咧？买一嚿试下先，唔知有咩用啊？虽然我马拉萨打边度买啊？啲努力值样唔要啦，有咁多努力值道具，注意安全，孩子，有人喺呢个街上游荡罪，你我唯一想要的将开箱比，撑死于2020年5月20日。我哋目前举办紧精灵绘画比赛，就要获得比加超一只，真系多谢你。喺边度买啊？马拉萨达呢个咧？哦，唔系呢个，呢个系嗰啲乜鬼嘢？游戏箱、游戏场、游乐场先。呢度做咩有个人企喺度？有冇啲咩特别？唉，我系位盲人嚟嘅，啲人咧成日会同情我，但系觉得好好。只要一谂到咧，我被咁靓嘅花同埋花香包围住，我就觉得好开心。OK， 小蓝嘅剧场呢个咪，我哋睇下小蓝有啲咩摆先。我俾文娜买啲嘢，呢啲咁嘅手环可能会令佢高兴。如果我买呢啲超级稀有糖果啊，佢唔再打我。呢笔买卖咧令我心脏病发。阿超你喺边啊？超，我睇下做啲咩先。睇一睇啊！快睇一睇啊！啊，我呢一个咧有史以嚟嘅最大嘅精灵物品咧特卖，除你要嘅全部都有。呢、這个睇嚟好嘢嚟嘅喎，哇！嗰个系超稀有糖果，可以咧令你嘅精灵提高50级喎，咁夸张，价格啱啱好喎。一谂到咧我就心脏病发啦，帮下我啊蓝，我就知道咧仲会撞到你嘅。哦，我最憎咧回头客嘅，想走，一路追住佢喎。系咁尾随小蓝，带咗一个阴暗地方，唔好走啊，骗子！嘻嘻嘻，拜拜！哦，佢竟然有精灵嗰个小偷啊，唔系嗰个呃人嘅神棍，我要揾到佢啊！佢会喺边咧？系咪呢啲位啊？唔系喎，点样过去啊？啊？唔游得水喎，依家我啊呢、這个系咪有马拉萨达呢个婆婆？好似冇。哎呀呀呀，有后花园点啦，竟然有后花园我都唔知道，仲有精灵添啊！后花园系咪阿婆养噶？好，系咪呢度？好，应该就照呢条路上咗嚟，所以应该系呢个位置。哎，唔好烦我。咁啊，咁喺呢度咧 ？OK， 烂泥啊，水落紧雨啊，更加啱啦。喂，宝宝光线更加高功啦，可以。咦，唔见小蓝咩？有啲脚印喺度，见到。呢度呢个乜水？有冇见过咧？黑色裙嘅女仔啊，我见到啊，佢去咧八号道路行咗，多谢你。嘿嘿，我伪装咧起作用啦，正准材啦，我就知道唔对路。我一千人咧喺度喊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知道咧卖嘢俾你假，但我咁做唔系为钱啊，因为想再见到你。你可唔可以原谅我对你用啲咁卑鄙嘅手段啊？喺度喊啊，唔好再喊啦。但我一直都好衰，而家我即刻就要更衰。哇，同我打喎、啊，对手小蓝，哇咁高咧，即系我嘅蚊大力弯更加高啊。泰山顶只波波球飞越快刀，哇着米 ，Oh no！ 我搞掉一只先，泰山顶再用手护又加玫瑰，使唔使手咁多弯啊，大佬？搞掂。呢位我估唔到咧，我有两个徽章嘅训练师，两个徽章。卡比兽快用咧，百万吨拳击啊！
得你又做过头啦，好啦，佢快咧就会醒，依家咧都系将我啲钱攞翻先。佢个名咧喺银包，所以佢个名叫小蓝啊，不妨咧记低佢嘅卡尾龟嘅数据先，哈哈哈，而家冇烦恼啦。哦，嘻嘻，古姑娘想走冇人拦得住，但系咧得知你身上有两个徽章，我就改变计划啦。呢个系用钱都买唔到噶。卡尾龟之战篇章结束啊！我发现你啲徽章唔见咗，一定系嗰个女人啊，系嗰个小蓝偷咗啊，佢会后悔嘅。你要扮演小蓝吗？好。支线小蓝的故事，诶，几个小时前火箭兵团，根据消息咧，呢一个咧 C D 嘅位置，哎，我觉得咧我哋被分配咧寻找幻之精灵嘅任务咧，因为佢哋咧都唔信我哋嘅战斗能力，我觉得咧佢哋俾我哋揾咧幻之精灵，只系想咧叫我哋咧帮手咧喺度咧扮忙啫。嗯，幻之精灵系真噶，我喺咧纯白镇嘅森林见过佢一眼，你点都好，嗰古怪嘅科学家制造嘅 C D 咧一定可以帮我哋揾到精灵噶。唉，希望系咁啦，嘻嘻，搞掂。边个喺嗰度？哎呀，我俾人发现，系时候要行动啦。啊，嘻嘻，讲得冇错，佢哋冇任何作战嘅能力。好，咁啊，嚟到呢一个嘅小蓝篇章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但系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。诶，冇剧，身上都系冇道具啊。咁啊，有呢个小蓝嘅 ID 卡啦，几好啊，真系。今次上次咧扮呢一个 Green 嘅角色，今次就扮呢一个嘅小蓝嘅角色。好，咁但系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继续呢一个嘅小蓝剧情同埋呢一个格雷格嘅剧情啊，就系呢一个头先圣安老号嘅情信之线。好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